赛车场中轰轰的引擎声，令人紧张和充满速度感的心跳，都是赛车这项运动的魅力所在。来到南投吉吉火车站附近，你可以来吉吉风车花园小型赛车场，体验这样的极速快感，体会不一样的玩乐趣味。其实小型赛车它对体力极具挑战性，并且能够考验驾驶的反应能力，训练车手的耐性及冷静的判断力，并具有极高的运动健身效果。就算是来到淳朴的吉吉小镇，也可以来这里体会赛车的快乐及趣味。